这样子。臭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刚很薄，刚超薄的。超粗了呢。要这么？无限呛味。要这么的折磨我吗？快爆转！我以为说有了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那最近呢，我好像比较少打公仔。然后今天想要再来打一下公仔。然后今天我们路过看到有一间，然后这一台。这个公仔我觉得都还不错，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黑胡子，那个七武海系列。黑胡子。然后它保全是1880，然后目前雷保是200块。对啊，不知道是谁打的。我还有谁？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试一下弹性，觉得 OK， 那我们就来拍影片试试看。好哦。好，那我就换1000块直接打。好吧。来。觉得1000块可以打几盒呢？我觉得，你说观众觉得，只要不要保夹都好了。卡爪。好吧，今天就来小试身手，打一下公仔，看一下你的公仔手感有没有不见。对，好一阵子，真的好一阵子没打了。来。说出就出。你看它刚外贴位。对啊，我有看到啊。不小心的。还是就是故意这样外丢一下，然后给你显一下，然后你就一直打下去。对啊，就说哎、欸、有机会外丢哦，它就会一直投。对，然后不知不觉就快保价了。啊，就变成1880。厉害。应该没那么惨。这个打这个，哎呀，好爽，找不到。哦，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好几次都没入爪了。对啊，太久没打了。应该不是吧？那为什么变这样子的？不知道，手感没了。手感不热了，原本是炙热的双手，打工仔炙热双手。哎，嗨嗨，嗯，我是比较想要打这几盒，这一类我比较不想要。哟，哎，那你还是把它打开。不是这样子哦，明哥。在哪里？这个。到底。我啦，明哥。可是这一盒挡到我了。对呀、啊。不用。你这会穿。脱钩哎。他又不是在动我脱钩。哦吼。感觉他甩到最后面，感觉会有后两爪的感觉。没有，哪里？你有修掉吧？冇，我修掉。修掉，刚才就不小心出了。哇！哇！我们要过来了。我宁可打这个 Z 版的鲁夫。有价值的鲁夫。再来一次全包，我不会这边会撞挡板。哦，哎呦，香味哦。雷宝440。嗯，有点快呢。哇！打这一盒，打重点。要让它出来啊！感觉没有很好打哎。哎，
哎、欸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有香味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哎呀！难道这是毒气？嘿，嘿，听着。甜的味。等等。哦，很高哈。哦、全部都密在一起，密到里面帮他打，有没有这么觉得？好像有那么一点，打重点。哎、欸，翻过来，有没有枪味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试试看。哎呦！捏很多呢，这下这下试试看。你好像都捏很多呢哦。对啊。哎呦，哎呦。它很薄，它超薄的。超粗的呢。吓到我了。不会吓到我。错、哦。哎、你这样算打好打满、嗯，就打好打满的感觉。这一盒要回家了吧？哇，这样子要捏宝，捏宝应该有机会。这个要怎么解？捏宝。捏哪里？就是这里。那你怎么捏？拿这个。这样子。靠腰嘞。就被推回去了。我觉得他捏宝会脱钩。有啊，刚刚有一只快要出货了。对啊。再捏捏他的那个。再捏一次。捏捏捏。哎呀。啊呵，搁要拉落啊。那个拉落来，拜托你。哎。怎样？啊！一样的位置。真的，要这么这么。无限枪位。啊啊！要这么的折磨我吗？啊、无限枪。但是我觉得可以，这台是真的可以。太早收。嗯。哇！哇！极致。会了，打得出来。好、哦，十块哦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他们转到我要的位置。他们不会回家的。顽皮。不收了啦！不行啊！哦，这会转吗？会转。会爆转。有了哦！我以为说有了吧，吧。哇，太多了，好多次都要出的，播一下，啊，小叔，小叔，小叔叔，小叔叔，950块，950块出，你现在是手感不佳还是运气不好？嗯，我觉得是运气不好，好几次都要出的。对啊，而且念超饱的哎。对啊。嗯，应该是太久没有打工。然后它的盒框是非常好，这一盒盒框八角盒框非常的好，没有白边。
今天很久没有打公仔了，因为最近好像都打三 C 比较居多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打一下公仔，重回一下那个手感一下。好哦。这次呢，那既然这一个没有亏很多了，我们一样把这一盒抽出去。好吧。这个是罗，不错。DXF 的罗，然后盒框真的蛮不错的。就这样子吧，然后抽奖的办法会一样会在片尾。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不甘愿的人又来了，又要偷打了，怎么可能会输？龟头牌，我把这个多弗朗明哥打出来。弗朗明哥的盒况也很好。嗯。苏皮啊。对。有生气的感觉。让他感受到一下我的怒气。要找小猪吗？对。你放心，我扫扫出给你看。好，30块，30块，我要走了呢。好，30块走了。就30块哦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镜头一直在往后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走了呢。来来来，再10块，再10块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卖垃圾。然后。不不不，再10块，再10块。你要多少个10块啊？等到他出了那一个10块就对了。现在已经打了50块了，你的10块有点多。哦。啊！是要出了吗？你不是说要抽少少出吗？刚来盒，要出的啊。你刚刚是捏太多了。哎，我捏捏捏少了。没有，你要捏角胶。你要捏角胶。是吗？嗯，我真的要走了哦。你再不出货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好，100块，看好，看好，100块，100块，要走了呢，一定要走了。噔噔噔。你看，你看，它还是在一个位置，一样的角度。没有，我们就求一猛，求一猛，捏到的话就拜拜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感受到那个临门一脚？还好，我只交210块了。太早拍。有生气吗？小草猪啊，我觉得你好像都在乱打了。没有，现在转过去就是没有我要的那个位置。哦哦，1000刚好没了，最后一个10块，就是1000嘛。1000，2000，因为刚刚我们先试台嘛，就等下200块，然后后面再换1000。对啊，这个也何况也赞哦。那这很贵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哦，好啊，又抽打成功，本来没亏，又赚回来了。又赚回来了。耶、yeah ！今天都是这样子反败为胜，第一盒都是输，后面再赢回来。好哦，反正。No se entendería.